仔牛仔其实骑的都是马，对不对？但是呢，德国有一个15岁的农村小女孩，她可是名副其实的女牛仔，她骑的乳牛呢还会跨栏呢。稀奇稀奇，真稀奇，母牛养来当马骑。德国南部的小农村洛芬，15岁少女把家里的乳牛当成马来养。少女的梦想原本是这样的场景，摆出马上英姿，驰骋在牧场上，但是摔马受伤的场景很常有。超人克里斯托弗·李维摔成了半身不遂，就连骑术精湛的英国哈利王子最近也被拍到惊险落马的场面。家人怕少女危险不肯答应，结果少女就从家里的牧场挑了一头叫月光之神的乳牛，展开了2年的训练计划。会不会是斗牛跳栏的场景给了少女骑牛的灵感不得而知，但是训练还真有用。月光之神听懂了前进后退的口令，还学会跳栏。少女觉得月光之神一定以为自己真的是匹马。Ich möchte nach wie vor immer nur Pferd haben, weil es ist doch immer nur was anderes. Aber ich werde trotzdem immer bei der Luna bleiben und immer was mit ihr machen. Und sie bleibt immer das Reittier.月光之神学当马，愿意让小主人把马鞍架在身上，而少女也学会了如何驾驭乳牛。村内多了一个珍奇场景，让村民津津乐道。中央新闻黄瑞仪报道。